四进八公新平里，七情六淫七平情，等哥完善中国法，医德良心天地地，阿弘健康万谈。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，流浪的人无厝的度食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我李老师阿弘诚恳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病理药理，包括中药草药病例医案，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，腹肚定定咧做药毒，心情未轻松，卫生所的朋友来，大家知识互相相交换。人讲见一事，长一智，先生行事自然好。无少气焰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探讨，形成上一个参考，并且注意动好。网内观众朋友，如果无清楚、无了解，唔免客气，台北现场看的电话：0229777138。台北现场看的电话：0229777138。听阿宏讲健康，谈中医药。新浪网站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阿是耳边搁一个靠一个阿，宏是江鸟宏，宏图大电的这个宏，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身体要健康，电话赶紧拍互通。阿宏健康万谈服务电话：台北0229777138，服务电话：台北。0229777138，找阿宏就可以。感谢你的收看，阿宏健康万谈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故乡不时在叫我，喊着悲哀也有大目屎，盼我回去。各位亲爱阿宏健康万谈，咱这网友观众，大家红红快乐，大家好，真欢喜一个加加咱这个阿宏健康万谈这个节目。咱这个节目是每天拜五拜六，下晡时四点开始，一个六点。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咱国人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，啊，甲传统的这个医药。来，咱来看这个健康新闻啊，这实在是会使讲夭寿啊，搁夭寿啊，安怎讲？这我都爱批啊！哦，啊，我嘛搁批咧。这个减肥茶内面含有毛黄素啦，就是毛黄碱。哇！准新娘煞闹中风啦，到底安怎啊？啊，来，咱来看内容。这个是《自由时报》哈、哦，这个台北报道。吃中药减肥，竟然闹出血，啊来中风啊，可怜啊！
那么根据《自由时报》第一报啦，讲国内首例，一个年轻的这个女子吃中药啊来减肥，竟然吃成脑出血啊来中风。原来啊是魔方碱惹的这个祸啦，魔方碱就是魔方素。啊，我搁再讲，西药同款，用过什么呀？用过魔方，魔方落去抽炼制作的安非他命啊，对不对？西医会当用呢，嘛是咧用在什么呀？嘛是咧用在减肥的啊。啊，所以我常常伫遐讲啊，西医用拢无要紧，中医咧用哦，哇，代志大条啊，对不对啦？代志大条啊，来。我跟你说，减肥不用用过魔方素啦，也不用用过魔方啦，那是我常在批评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医啦，真的无作为，台湾的中医无作为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就去用带那种西医在用，啊，西医就是我有都有在讲啊，我之前也有在讲啊，不是这件事我在讲的哦。我之前做节目，我就在讲啊，我奇怪，啊，中医袂使用魔方素，啊，会当用魔方，啊，西医会当用魔方素，我讲啊，这政府是咧创啥物？啊，偏偏是医生哩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魔方素是为中药的这个魔方去提炼去的呢，是不是安尼是？啊，就变魔方素，就只嘛咧讲魔方碱啦。啊，这吃了心脏会跳较紧，无唔对，因为这魔方就是咱中药是咧会当发汗嘛。啊，啥来发汗？就是吃了心脏，伊会增加伊的这个工作力，就是跳动较紧啊。啊，所以伊魔方就是较顺，所以我常常伫咧讲，就是讲魔方伊无抽炼过，有遮侪中药阁互西医抽炼过，变西药去啊。像即马有一挂即个啥物啊，一挂即个生物科技啊，嘛是同款啊。因为生物科技的即马咧用倒一步，你敢知？用无列入中药的，迄个啥，就是灰色地带，有一挂草药啊，对不对？伊落去甲用过即个生物科技落甲抽炼。抽炼起来，当然啦，伊个成分强啊，成分强啊，像西药安尼嘛，成分强。啊，所以生物科技，生物科技，伊政府佫当讲这无甚物袂使疗效的，种的这个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咱的国家就是安尼，啊，你制度歹哩，安尼也袂使，安尼也袂使哩，对不对啦？我小阵来讲，台湾的中医就是无作为。对不对？韩版我常常嘛咧攻击台湾的这个中医师的，是不是安尼是？啊，是安那，就搁用这个甲西医同款的，啊，难道无这个魔方碱，啊，袂当减肥吗？啊，中医是不是常常伫个讲，常常讲爱的孙安尼啊？啊，来变成论治啊，对不对啦？哈，啊，用这魔方素是要从啥呀？我都想袂起来哩。这魔方素吃落抑制脑的时阵呢，迄个交感神经呢，是不是安尼？有当时啊，吃多你恶吐呢，会中毒，你敢知？啊，虽然讲伊在即个咱中医是无毒，但是你经过提炼过就无共款去啊。啊，刚才我咧讲个魔，伊即马安非他命就是为魔方提炼去个啊。啊，魔方素，像是这魔方碱、这魔方素，这拢有管制滴个啊。所以伊有个最毒个人，伊无法度，所以伊是安那爱去市面上去买感冒个感冒药，搁去提炼过。因为你若制成毒了呢，好假啊，对唔对？王春公伊去买一包的时阵，感冒药安尼来讲啦，一包的时阵，王春公二十块啦，啊30块啦。伊即马落去创起来吼，迄二三十块
变几啊百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中医这个调啊，甲摆起来了，调摆啊，讲拢大字啊，我唔是敢那陈水扁安尼啊变安尼啊，对不对？讲话大字啊，那但唔知要安怎？啊，我这可能啊。较轻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过来我看会搁较重啊哦，吼，我若搁好啊起起来吼，我看差不多，甲阿扁也差不多要同款，要同款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甲看，这个做的人你甲看啊，搁什么中医啦，这间中医诊所我看，啊，看卖啊，这看卖干哪？这伊都无迄个，我看是毋是阮迄囡仔因较早因迄个头家啊？啊，台北荣总动物科主治医师杨进昌伊伫咧表示，这个女子三十外岁，想要赶紧结婚进前，啊来算讲来减肥就对了，瘦身啊。那么水穿那个水水的这个礼服就对了啦，哈、啊！啊，找一间中医连锁诊所，哎呦，敢那是会看哦，啊！中医连锁诊所，啊，中医师开好，女子减肥茶啦，白油胶囊以及着中药粉，每天。三种药啊啦，啊，这唔是佮西医同款，用三种药啊，啊，啊要用四啊咩？对不对啦？所以我感觉台湾的中医哦，实在是堕落，你敢知堕落？我哦，安尼认真安尼去研究医道，对不对？我研究临床，啊，这哦，这我适当的录节目。我就要甲阮迄个囡仔讲，啊！啊，那么各食三遍，啊，你家想看卖啊？一项药啊，三种哦，啊，唔爱食九遍，啊，各食三次啦。其中只有减肥茶表示含有这个魔方呢，啊，减肥茶这含有魔方。但是内面有魔方碱哦，魔方甲魔方碱内面虽然讲有魔方有魔方碱无唔对哦，但是你若过落去抽的，就阁无同款啊哦。你若干那咱中药魔方应该袂出问题啦，但是你若食多哦，你若医生开了伤济哦，无按照这个患者这个体质哦，你若开了伤济，嘛会造成。我拄啊第一讲的哦，一吐，缩落去，佫会袂困的哦，心脏的时阵会跳较紧哦，哎、欸，因为伊这个发汗嘛。那么伊这个女子食了几个月了后，啊，这嘛真奇怪，啊，难道伊敢无佫复诊吗？安尼直直食吗？伊也是医生的时阵呢？啊，啊，拢会顺安尼啊，麻痹去啊，就对了。嘛，无讲啊，你即马这食了安怎啊？啊，应该食了有副作用，应该讲啊，食三个月惊死人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搁来看卖啊，哦，看卖再搁讲。那么食了三个啊，几个月了后，有一天啊，突然间倒手边哦，煞麻痹去。送到北营的，就是台北荣总的啦，吼、哦，去急诊啦，吼、哦，确诊为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啦。所幸的，就是讲出血的这个所在吼，比较的，吼、哦，这个不是讲钙质少就对了。加上的阵啊，呢，伊这个女子年纪较轻啦，手术了哦，已经。无问题啊啦，无大碍啊啦，吼、哦，
由于患者真少年啊，三十外岁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无高血压的这个镜头，啊，甲相关家族史啦。所以主治医生询问这个女子吼，近来生活饮食吼，有啥物无同款啦？吼，啊，这个女子伊在咧讲啦，伊讲最近哦，拄啊好哦，有食这个中药啊来减肥啦，吼，啊，中风之前哦。啊，这个女子吼，定感觉讲心跳会加紧呐，吼，啊，佫有这个冒冷汗呐、啊，就是讲流清汗呐，吼。但是伊不为意就对啦，啊，你这毋着，这毋要赶紧甲中医师讲，对不对？我食这是安奈安尼，是毋是中药的这个副作用？大家都拢安尼，我所以我定在咧讲，啊，大家拢有读书的。啊，啊，搁刷落去，敢那爱水爱水爱水，对唔对啦？啊，食了的时阵啊，已经着心跳加紧啊，爱流清汗，对唔对？爱咧模仿本来着流汗嘛，对唔对啦？我有讲过啊，啊，啥物咧不以为意？啊，像这嘛，医生嘛爱甲讲，内面哦有这个模仿哦，可能哦你有流汗哦，啊，若是有较迄款的，你着爱赶紧哦，啊，电话赶紧转来，或者赶紧回诊哦，对唔对啦？经回诊，动物科医生针对三种的这个中药进行了检验。你甲看，是啊是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我咧讲啊，啊，若因西医会当用到安非他命的咧，魔王素，搁提炼一级，就是安非他命啊。发觉讲的时阵啊，三种的这个中药全拢含有这个魔方碱，哇，也是伤过多去啊。而且的时阵，安尼啊，女子伊的这个尿液嘛验出魔方碱啊，哇！你甲想看卖啊，啊，看这个中医师的时阵安尼啊，哦，魔方碱甲遐，啊，魔方碱都，唉，啊，伊食落去是，哇，这个三位啊，这个中医师哦，我看这个吼、哦，这个维生素的吼、哦，这白啊，甲吊几高个啊啦，真正啊，甲吊几高个啊。即我看，甲我拄仔咧讲的可能迄个款，可能是迄个款。电视八咧出，电视八咧出。那么杨振昌伫咧讲啦，魔方碱会使得交感神经伊的这个兴奋啦，造成血管的这个收缩啊，血压会上升啊。哦，心跳会加紧啊，心悸啊，流汗啊，手会颤是应该是有习惯啦。安怎讲？我咧讲的啊，你若是食魔方素，也是搁进一步安慰他们，迄就变毒啊。迄落啊，因为西药本来就有迄个习惯性啊，所以食西药本来就会。成瘾啊啦，食西药啊，本来就会成瘾啊，因为咱伊足侪，参像即马咧讲的啊，伊有提炼过，啊，真正中药无提炼过，所以我定定咧讲哦，你都爱天然的上好，卖像食这个魔方碱唔对，你若食一般咱这个药厂的吼做出来迄无要紧，迄唔是搁过抽炼过，迄敢那怎的吼，啊怎迄带，唔迄无要紧，你若中药。这个中药厂做出来，像 GMP 做出来，而这个中药单味的也好，复方的也好，无要紧，吼，无要紧。来，我看时间啦，咱小休困一下吼，小等一个等啊嘿。来，听两首啊歌了啦，吼。来，阮的故乡南都。歌声怀念
念阮的乡里。自从离开来到异乡，已经过数年。阮想起细汉彼时故乡的代志，惜别彼时唱着彼条山明水清的歌词。你看卖，请你看卖，阮的故乡真正美丽，黄昏景色，水啊双双，像桃源仙境。月亮光也明，大家都来海边，唱歌跳舞，欢欢喜喜，袂见也见亲。想伊时，人人讲阮会唱甲会听，阮也唱着旧声南渡山明水清的歌词。你看卖，请你看卖，阮的故乡真正美丽，月夜海景，波涛文明，故乡的海边。今日阮收到爸爸寄来批信，伊讲掠到大批乌鱼，予阮伫在哩，真欢喜，予阮一时爽快有元气。阮也唱着旧声南渡山明水清的歌词。你看卖，请你看卖，阮的故乡真正美丽，大鱼小鱼游来游去，阮的故乡南渡山明水清，山明水
心情，想起过去的情景，有甲珠泪滴平静。讲什么你爱我无改变，讲什么你我陪伴一生。现在你是哪个我猜会有心，为何你欺骗我，怎样放下我，害我为你无情天。讲什么你爱我无改变，讲什么你要伴我一生，现在你是哪个我猜会有心，为何你欺骗我，怎样放下我，害我为你无前天。清风诉说情怀，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你曾经告诉我，光阴不再来。珍惜你的爱，不会忘怀。世上美丽的花开得多么可爱，花儿谢花儿开，谁能明白，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你曾经告诉我，光阴不再来。如今我已了解，对我那样关怀，我要珍惜你的爱，不会忘怀。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
真是你的爱不会忘怀。后来，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。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健康漫谈。咱这节目是每工拜一到拜六下晡时四点开始，啊到六点。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咱的身体健康问题吼。那么这个中医啊，讲伊是连锁店的哦，连锁诊所的，伊也是那尼啊。都中医的本来就是爱辨证论治的，也学西医，对唔对啦？哦，用这个魔方剑、魔方锁，西医有咧用魔方锁，就是魔方剑啦。而且，过来，你甲看讲。过来就是安慰他们哪里？你甲看，这个目前国内将魔方碱原料药啊列为第四级的管制药品嘛，吼，这拢有管制哦，吼。但用魔方碱制成药品是卫生署许可的，国内。只有一个核准可以含有魔方碱的这个减肥西药，西药哦，里面的魔方碱哦，罗氏仙啊，罗氏仙西药啦，哦西药，这个是咱卫生署目前啊，只有核准一间减肥的西药。吼、哦，减肥的西药应该是吃的啦、哦、那么美国在2004年，魔方碱由原列为保健的这个食品，较早美国就对了。了后发觉讲，伊会导致甲血压的这个上升，啊，心肌的梗塞、中风以及到猝死，哦，加上伊是。安非他命的这个前驱物，就是魔方锁过来，就是安非他命了嘛。我都有讲过，于是便禁止来使用了。那么现在属于美国的这个药品吼，拢未使含有魔方碱的哦，药品哦，药品啊。但是咱的中药魔方无伫内面，无伫内面啊。伊咧讲药品。药品就是制作好的药品，啊，中药迄是药材，哦，中药的这个魔方迄是药材，无同款吼。减肥药啊，添加啊来食用，常常引起啥？引起失眠。我拄有讲啊，因为伊会发汗嘛，啊，食了到底心脏会跳较紧，会泡泡菜，啊，所以会加速心脏的迄个，所以。伊个即个交感神经，吼、哦，交感神经，伊个啊，即个是西药伊个迄落嘛，哦，所以我常常咧讲啊，西医有用迄个魔方碱嘛，有用魔方锁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之前咧讲啊，奇怪，啊西医有咧用咱中药落去提魔方落去提炼的即个魔方锁，嘿啊，中医袂使用个，奇怪，啊、中医哪会咧用这個，我都想袂向个，对唔对啦？那么卫生署中药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林宏表示，魔方在中药上常常调制成魔方汤，以及到方，这伊个扣了唔对，伊个字吼，伊个是魔形甘蔗汤呐，啊伊字拍方拍迄黄呐，黄性甘石汤唔对，是麻性。甘石汤啊，吼，
这伊个字拍了唔对，吼、哦。主要治疗感冒，伊叫做打扫了。其实唔是安尼生，这个麻杏甘蔗汤哦，唔是打扫了，是扫痰酒了，这个无同款哦。所以无同款哦，伊这主任医生，主任委员会这因为是中医师哦，对不对？唔是食打扫的啦，麻杏甘蔗汤唔是食打扫的，这唔对哦，这伊咧讲唔对哦，是食什么啊？食感冒发烧扫，那么扫的时阵扫了，这个痰吼扫未出来，痰少，啊胸腔嘛杂杂，就是咧食安尼哦，是咧食安尼哦。哦，甲伊咧即马咧讲的是，即个算安尼啊，打扫阁是无同款哦，痰少，甲打扫无同款哦，即在中医的迄落拢分甲真清楚哦。所以你甲看，伊一个卫生署的中医药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你敢知？较早是姓林的啦，啊即马换即个姓黄的，对唔对？啊你甲想，咱台湾的中医是安尼生吗？台湾的中医是安尼生吗？所以我常常在批就是在那裡，我稍等下會說這個減肥的還是減肥的看模仿嗎？根本就沒模仿嘛，奇怪，台灣的中醫師不知道減肥在用模仿在做什麼，我就想不到的，是不對啦。所以我常常在說台陸的中醫師確確實實人家中西都有那種的，啊他的藥啊會怎樣會怎樣拢写到一清二楚，咱台湾唔是啦。我常常咧讲，读迄个、迄代、迄较早大陆个，无较早迄个清朝个，对不对？迄也无咧著名啥物款啊？啊，模仿就是都敢著名法官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著感冒个时阵安尼啊，啊发烧啦，啊会法官啦，啊你甲想？我稍等下，是讲无。我等下才调出来，所以我无准备啦。我若要有准备哦，我顺续迄个，我搁小人调看会出来袂，对不对？啊，稍等下吼，第二个阶段我会讲这个减肥的吼，即个迄落呀，大家再密切吼，啊再来收看。那么主要治疗感冒，以及着打扫这打扫，我甲更正一下吼。扫痰酒吼，唔是打扫，因为啥有痰啦，但是拢白细胞的，所以发烧。吼，像这用过这麻杏甘蔗汤，这会使吼。由于的孙阿娘，伊会导致个交感神经兴奋，以及到降低食欲。啊，你想啦，啊，中医用这种西医的这个方法，啊，要来甲你降低食欲，敢那？敢那西医的对不对？要来减肥，用过迄个胃绕道有绕道术对不对？用这种的，啊来，互你胃的时阵安尼啊，会缩小来，哦啊，食少，哦啊，就要来互你减肥。像这种的治标的，拢唔是中医的啦。我甲你讲，中医唔是安尼生的啦，啊，你这个要学西医这套的，是唔是安尼？这个不配于中医啦。我甲你讲，对不对啦？啊。那从伊即马咧讲个啊，三种可以三种药啊，三种内面拢有无红碱啊，这是怎样啊？这就是什么中医嘛？真正啊，伊唔在咧读什么啊？我都想袂响个，对唔对啦？是唔是咱中医爱按照辨证论治个嘛？每一个患者伊个这个发福，甲伊个你都无共款嘛？对唔对？我小等拢会讲，你即马小等下吼，咱下一个。第二个这个单元哦，你再继续收看，啊，大家再继续收看。那么伊所以说呐，被用在减肥，西医才用在减肥啦。咱中医哪有用在减肥的嘞啦？笑死人啊！我虽然讲这个迄个减肥的寸，互你听，你就知影啦。但是副作用就是病患会失眠，啊，佮困袂好势啦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伊会好，伊这個心脏会跳较紧嘛。啊，所以交感神经，所以引起安怎？引起人的兴奋嘛，这就是伊的迄落啊，引起食欲无食欲嘛，对不对啦？就是安尼生的副作用。啊，是迄个模仿减肥的哦。
咱若模仿，就较无即种诶哦。纯模仿哦，纯模仿无天然，天然性即个模无天然，即个模仿咸诶哦无哦。哦，即、這个爱分清楚。对于合家即个中医连锁诊所开出诶即个中药，其实到底甲病患中风吼、哦？啊，咱无时阵安尼啊，黄林峰伊伫咧讲啦，伊即个医疗纠纷哦，受害者会当向当地伊即个卫生局惩戒委员会提出调查啊来申请。那么当然啦，申请了后也去调查，到底你内面是啥物啊？是毋是违反着咱即个中药中医师开即个中药内面有即个模仿碱，应该是咱台湾应该是袂使用即个模仿碱才对啦。我就之前，我就做节目，我拢咧讲啊奇怪的。啊，咱中，我唔是咧讲中医一定爱用西药啦。我即嘛是咧讲啊奇怪，啊，这个明明在这都中药提炼去的，啊，这么方说啦呢？啊，是啊，那西医会使用的，啊，中医就袂使用。我是咧讲这个法令就对了。啊，其实中医无咧用，有咧用模仿嘛？那有咧用模仿说无啊？啊，我是咧批评这个政府啦，啊，这个买单的时阵向行政院消保会申请调解啦，或者是讲的时阵了，诉诸司法途径啊来解决啦，哦，那么这是有关伊这个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主任委员就干那这个啦，所以我定来咧批啦，都干那。一个主任委员安尼啦，啊，你个想，啊，西医是过来的哦，吼，啊，那中医才派一个啦，啊，西医是介侪，啊，所以伊即马卫生署的拢是西医伫咧主讲的，我定来咧批就是安尼，啊，人大陆无共啊，人大陆西医嘛注重，中医嘛注重啊。所以大陆是西医中医是平起平坐的，是平衡的，对不对啦？咱台湾无啊，咱台湾是主流就是西医啊。所以你甲看，卫生署一个迄落，才一个中医委员，才一个中医委员，啊，你甲想，是要创啥用？无路用啊！后来无咱啊，我看，这搁甲讲一个。因为伊这吼大人食五公克啦，对死啊！但是魔王所要食到五公克，这是较无啥可能啦，吼、哦，较无啥可能。但是伊这个中医师开三种药啊，逐种阁有这个魔王碱吼，这凡是倒来吼，阁一边食三，一天阁食三遍呢。我看伊个是一种药啊，食三遍呢。啊，那安尼生就九遍啊呢。啊，你九遍呢？这个魔方碱，你甲想，伊个这个数量都袂少啊，你敢知？啊，所以你甲想看卖啊。魔方碱又称魔方素嘛，吼，我拄仔咧讲诶。这个英文的名叫做 EPH 啦，吼 EPH。是一种疑似交感神经胺啊！哦，伊这就是西医，就是拢提炼的。这西药就是类似啥？类似交感神经胺安尼就对了。因为咱的神经啥拢会分泌的迄款的，啊，拢西医就是拢用这种的，啊来咧治病的就对了。电脑被用伫个兴奋、食欲抑制、吼、哦、集中精力。解毒十片，以及着麻醉、升压药啊，伫个下即个药剂啦。原理模仿俗的即个植物啦，就是讲咱中药即个模仿啦。常常以咸酸盐，或者是讲硫酸盐，伊的即个形式出售啦，吼、哦、出售啦。但是咱中医毋是安尼啦。咱中医是顺模仿，顺植物的这个模仿，唔是抄。伊在讲这西
西药的这个名称啊。哦，莫方素啊，甲安非他命，甲基安非他命，诶，这个结构类似啦。哦，咱之前有咧讲甲基这个嘛吼。那么，常常被用伫个制作安非他命，因此啊，这个食药局将莫方素原料药啊列为第四级的，诶，这个管制药品。那么为进口甲使用拢爱申报就对了。那么减肥并非模仿减，诶，这个适应症，你无看，你无看，这个根本都减肥都无用，这个模仿减，奇怪，这个中医师是咧从啥样啊？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我就稍等下，我就要讲讲这个减肥是安那，都无这无这个模仿，无都无这味的咧。啊，那要用于减肥啊，属于啥适应症？我使用就对了，适应症我使用的啦。啊，减肥都无适应症啊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因为安那讲，伊食落流汗，啊，流汗是你模仿中药模仿就好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伊用模仿减要从啥啊？啊，医生必须谨慎处方啊。负起责任。那么模仿减动物实验 DCG 伊的质量是一公斤，哦，伊的一公斤重啦，甲一公斤一百甲一百五十毫克以上，就是意思就是讲，你若一公斤的人食一百。甲一百五十毫克以上，那是以一个五十公斤的人来讲啦。那食落去五公克，甲七公克半，啊就会致死，而且个过路啊啦。哈、啊，伊这资料的来源是药食局管制药品组的组长蔡文英呢。那么这个英是王立平啦，不是蔡文英，那个英国的英啦，吼，这个爱啊，有的是讲啊，哦，那个蔡英文啦，不是蔡文英啦，吼，伊这蔡文英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北英杨振湘医生，伊所经历的就对了，吼，这拢有负责任的，你无看，这个发布拢有负责任的嘛。是不是安尼先？后来咱都讲到这，啊来时间到来结束，其他第二单元继续收看阿宏健康漫谈，你收看嘛，听看嘛，啊你就知啦吼。再见，拜拜。我，你在空中相会。